异地恋，就像你现在喝的这种无糖饮料，你们没有一点糖，这阿斯巴甜，但却会让你觉得很甜。手机屏幕里的甜言蜜语永远比不了现实生活中那个拥抱。他最近真的有点奇怪，刚那个谁啊？跟我一个实验组的同学。教学回的越来越慢，字数也越来越少。谁啊？把后边是多少张呀？谁啊？是同学。 谁呀？看不懂，大北太短了吧？我靠，这种女孩就大街上，一抓一大把。嗯，她没有特点，你明白吗？我跟你说，时间越长，你就越得意。她肯定有问题。男朋友呢？管好你男朋友。越多疑呢，他就越烦你。你是不是不信任我？当然不是。越烦你，越多疑。他现在这个态度，摆明了就是要跟你冷战，谁先沉不住气，谁就输了。 小孩才玩冷战那一套，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我要用成年人的方式解决。娇娇，你这手千万不能……怎么了？哎，赵姨，你可以什么都不穿，你光着出去。干嘛呢？我就是要给他一个惊喜嘛。